看看新闻网。同样是仙山机场，李湘王岳伦两口子可就显得霸气多了。有记者撞见这对夫妇回京，瞬间被两人气场秒杀。一个是黑色休闲夹克，一个是黑色风衣外套，一个拉着行李，一个双手插兜。王先生昂首阔步，王太太招摇过市。不对不对，扣物扣物，应该是威风凛凛。看着走路的架势就知道不是一般人啊。两人走出闸口后，一起上了扶梯，直奔机场出发口。两人一出门，就有司机一路小跑前来接驾。这名嘴之家又多了两个大红人之后，真是更显土豪名媛范儿了。